我们那个好萌宝贝蛋的命名由来哈。好，那个猛就跟这个猛是同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都看一下来，大人看一下来，这个黑水猛它的成虫长得像这个样子，有点像苍蝇，对不对？这个苍蝇就在它的蛋那边，它的脚六只脚都是白色的，穿着白色的雨鞋哈。而且最大特别在哪边？苍蝇我们很讨厌它，对不对？每次吃东西都在我们旁边飞来飞去，很讨厌，而且把它扒下去，对不对？黑水猛不会，它的成虫只会在野外吃露水而已，所以我们一般很少看到它，对不对？